巴掌。谢谢你们给我有机会。这些你们给你的纸来。让我有机会讲道给你们听。你不是要纸来过得下你的疼？非常抱歉。对不起。我可以讲温州话。你本来不是可以过一久。但是我不能用温州话讲道。但你不能够用一久过得。因为我会脑袋打结。要给我脑袋来得及。要更好的传递神的话。我连更好的句子上给我。我讲普通话。牧师国普通话。其实我讲的普通话也很普通。对，牧师国的普通话很普通。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回到神的话里面。所有的兄弟们能够回到上帝的话里。今年这个题目很好。今年这个题目很好。给我很多的操练。给牧师很多的操练。自从给了我这个题目以后。只有给了这个题目以后。上帝一直让我操练怎么去爱。一直一直操练牧师怎么去爱。很多时候失败了。很多的时候失败。神就提醒我说，你没有操练好，你就不能去讲道。很多的时候让有对什么事你把没操练很复活过的。这三个月。第三个月。有些日子过来很痛苦。有些日子过来很痛苦。我才知道原来爱很不容易。你来知道爱不容易。爱神不容易。爱上不容易。但是神更爱我们。但是让更爱我们和我们。没有理由不爱主。那我也非教子。自从我信主到今天，只有我牧师上次在讲，我每一天都在问，买你牧师我在吗？怎么样才算爱神？自然能在能水以上。我以前听别人说，咦，他们让过，爱神就是爱神，爱神就是爱神，以上就是以上，以上以上，爱人就是爱人，以上就是以上，爱神跟爱人不一样，以上可以上不一岁。但是我后来发现不对。后来我师傅一副带。有人说爱神很容易。有那个爱神很容易。爱人不容易。爱人不容易。真的吗？真的吗？我发现我侍奉主十几年。我呼吁牧师，呼吁这这任务让着给你。爱神也不容易。爱神也不容易。有时候神要求很高哎。有时候让你夜叫很高。神对你要求高吗？让对你那个夜叫高吗？神老是对我摇摇头。让大家也不是也都都也都不够，不够，不够，不够。我觉得有时候很爱神不容易。要是我对国家爱上不容易。我们这句话应该这样讲。我一句话要跟他过。嘴上说爱神，只一个爱上比较容易，不过容易，但是做出来，但是做出来真难。正行啊！但是弟兄姐妹，什么是真爱？弟兄姐妹，你要能是真爱，做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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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给你问，我要跟弟兄姐妹思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可给你们是我的兄弟们思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们的这个手册上面，我你给给你那小差一枚，有一句非常醒目的话，有一句非常深入的话。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你们也让上让一让来让一个一让，并且要爱人如妻，但是一让是子。这句话从哪里来？这句话有人读的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讲到十诫，我得在干，最后做总结，只要做主席，说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只要我们让上帝来让一个一让。但是当圣经提到爱神之前，对圣经对对一让一，有一个很重要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话，我们常常忽略掉。我你自己忽略了。我们来看。我你来吃。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圣经是第四节第六节。第六章第四节。哦，第六节第四节，对不起。第六节。第六章第四节。第六节第四节。生命记呢？生命记第六节第四节。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生命记第六节第四节。你让我读给你们听。耶，我打不了他们四道文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后面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爱神之前你要先什么？尽心尽力。你要先心，让我要休息一下，你要先听，
耶稣休息也疼。有一年我从你们中间讲到完了，我回去罗马。有你有你我你的中间过得一笔走没得了我。那一段时间我很忙，我每一个礼拜几乎都要坐飞机出去讲道。我感觉很对不起我的太太。当有人把我送到机场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我在那里可以停留。我就去看。我看到了一枚戒指。我身上吃掉一枚戒指，很漂亮，很漂亮。价格？不高。不告诉你。不过那个了。但是我可以接受。但是我是可以接受。我想买一个戒指送给我的太太。给谁买一个戒指来送给那个太太？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要给继续给我是继续的是。我从温州来到罗马。我是用一九来得了我。这个结婚戒指不是我买的。这个继续戒指不是给买。有人帮我预备好的。要那个也预备好的。所以我结婚很方便。所以我是继续很火便。连戒指都有人帮我买好。你戒指我也能预备。所以我常常说这个老婆是赚来的。所以我是自己过个老婆是赚来的。弟兄姐妹，我一直心里面有一个愧疚，想要买一个戒指补给他。等于是买给上，我是上了一直要个愧疚，先买个戒指还给他。我就跟那个服务生说：“你包好一点，我要把这个送给我老婆。”给有块个服务生，我见不不好嘞，给我送下我老婆。回到家，没得姑，我就把他叫进房间。我给我是要得给他接到我家里。我说有一个礼物送给你。给我们要个礼物送给你。笑笑说是什么？给那他他谢谢给让你。我就打给他。给有那个多哈的，打开，也可以，是一个戒指，是一个戒指。我心里面有一个期待，我身上的要求自得。他看见那个戒指，应该有什么反应？一看他看到这个戒指，让你发呀。我心里的想象是这样的，我身上的戏是那里。哇！很高兴，很高兴，帮助我。让给他太太找的模式报了，报了。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他打开戒指，给他打点给戒指。第一个问题是，第二个问题，多少钱？多少？问给他给你左边。我那一天，黑尼姆斯差一点吐血。那你们吐血吧，哥。接着他讲第二句话，接下给我，下一次买东西给我。我一次买不是他的，一定要带我一起去，一定要带给他他一次去，要吗？要没？就把直接钱给我，因为有把自己不储备下。原来我知道，原来有人不喜欢收礼物。原来我身上晓得要那副是需求的呗。他更喜欢我把钱直接给他。要给是需要的，那不储备下给自己下。我回想一件事情。给买洗，我是买洗衣子。你说我买礼物给他是爱他吗？我是说要是买礼物是爱他吗？你们不回答。你的父爱问题。是吗？是啊。你们是不是不浪漫啊？你们不是说俘虏吗？我买礼物给他，我是不是爱他？咦，我是买礼物是不是爱他？但是这不是他的方式。可是给不是给他他的方式。他不喜欢这种方式。要给他他不是许。是因为我喜欢这种方式。要给我是给是是许是给给是。我那天心里很难过。是那黑天给我是上来很难过。神责备我。让责备。你难过什么？你难过你。我在想，有时候我们对神也是这样。要是我你对上阿是那个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不说不自己不爱神的。过来的每个人哪个人过着非教子的。每个人都照自己的方式爱神。每个人我用这个方式找一个。我们都为主做很多事的。我也为主做了很多。结果越爱神的人就越麻烦。结果这样子给人折磨吧。你要问一问另外一个问题。你要忙一忙另外一个问题。你爱神的方式是神喜欢的吗？你爱让给活神是让失去的吗？弟兄姐妹，你问过这个问题吗？弟兄姊妹，你问过这个人问题吗？如果我问你，你爱神吗？如果我问你，你爱让吗？你一定会说，我心里是爱神的。你一定会光上帝是爱让。但是弟兄姐妹，我问另外一个问题，你可能回答不出来。可是都没有，我是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你可能会问对付去，会对付去。你所爱的是神要你做的吗？你所爱的是不是让愿你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所以给我弟兄姊妹，生命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现在上帝老几世界还带我有很多的类似。他说，当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性爱你的上帝的时候，第一个首先的你要学会听。
所以我一跟他讲，哎，得让上上一张那个，哎，给我让，我休息啊，腾上给。你不听神的，你不是爱神的。所以我一讲，扶腾上给我，你扶一张。两个人，人跟人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跟他那可能自个最大的问题是啥？你们比我有经验。你那边我要讲你。我今年结婚第十年。给你五十几岁对待你。你们有人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都有。你那要让你在你你三你四你五要。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你。两个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两个人最大的问题是你。是沟通。是沟通。年纪大，结婚越大的人。几岁遇到的呢？就会越来越不会沟通。有时越来越犯沟通。常常听到一些老夫老妻说。继续参加那老夫人那夫人在过，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用过了，不用过了，你过哪里是过？结果他看他的报纸，你看你的杂志。结果给去吃给个报纸，给吃给个日子。你看他的，你看你的电视，他看窗外。你给，你吃你给电视，给吃给个窗外的。弟兄姐妹，人跟人最大的困难是沟通。对，有自买，那困难最大的困难也是沟通。沟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沟通最大的问题是你。是听。是听，是听，是听。有时候我们听不懂别人的意思。要知道我你听懂别人的意思。有时候我们听以为听懂了，但是听不明白。要知道我你让我听懂之类，我你把没明白。是你这是没有定了，你把麦子放哪去了？没有。好。来吧。谢谢。最大的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不会听，不会听。你看教会也是一样，你吃过来啊，那不是教会，你到教会来，有人会教你祷告，你得过来了，要那来过你祷告说话，说过慢慢慢慢，有人会教你怎么做传福音，要是我妈要马上那边那来过你这样的这句福音，个人不到盖那个不得。你慢慢成长起来的时候，你慢慢慢慢升几个字哦。教会又会教你什么？过来。过来自然的过年。带领敬拜。带领大人讲法。带领祷告。大人这个。都是说话。该有时候。慢慢。妈妈。送你去神学院。妈妈送你的让语。神学院教你什么？让语过年你们。讲道。过得。好不好？好不好？很好。很好，但耶稣先不训练人怎么讲道。耶稣不训练人休息过的。耶稣首先训练人怎么听。耶稣休息训练人是听。当我发现这个原则的时候，当董事会议根据这个时候，我觉得这真宝贵。姑娘，你给我女上半句。因为你爱神，要你一张，却不会听，恰坏听。我们很多时可能做了许多的错事，不知道。要是我做了许多的错的事，可是咋晓得？然后我今天下午要跟各位看马可福音第四章。要给你我是问过那扩大可能看马可福音的事情。第一节。第二节。到第九节。到第九节。这次我要听温州话。第一次要听玉州。你们用温州话读出来。你能用玉州话读？那我们读读看。哎。马可福音。对马可福音第四节的第二节。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二节的第九节，四节第二节的第二的第四节第二节的第二的九节。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一节。马可福音第四节的第二节。到第九节。到第九节。请你们。一起读出来。请你们一起读出来。第一节来。每次一岁要给媒体过穷难，要去斗难得过哪里自在，他只得一路如虎，遇贼陪陪，众难都可讲陪扎在于也。一岁有有被捕过穷他们去斗的雷，贼过穷自他还带他们去，你们哼啊，要一百撒脚的自去撒脚，撒鞭子好，要露在热火的飞鸟的翅膀脸，要露在吞起人头的也对，吞起摆上湖面的看，再都去了一上，要女要女有富贵脸，要露在江寨的对江寨的翅的不脱这一次的有百几人，只要在乎这个人的队有五千几打几人有百一上来排队，
这个。主啊，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因此我们愿意以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的仆人和你的众儿女们一同来聆听你的教导。主啊，你的话求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今天不是得到一些的知识，让我们不是得到一些的资讯，让我们不是得到人的言语，让我们听见你自己对我们说话。主啊，你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过于刚硬，求主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道，使你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主啊，与你的仆人同在，与传义的姐妹同在，让我们同蒙一位圣灵的引导，让我们放胆讲论你的道，使我们也和众弟兄姐妹一样伏在你的话语下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的题目是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段经文的重点是在听。耶稣一开始讲就说你们要听啊，耶稣一开始说你们也听，看哪、啊、你们要听啊，看哪、啊、你们也听。结束的时候他又说，结束的时候你要去有耳可听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耳可听。在这之后，在整个马可福音第九章的里面，在整个的马可福音的章节里，出现了一共十四次听，一句话注意了十四次，而且耶稣更直接的讲，耶稣更直接的说，如果你这个比喻不明白，如果这个的比喻你不明白，其他的比喻你都不会明白，其他的比喻你根本不会明白。如果这个比喻是讲听，如果该背不是过听，你不明白，你不明白，也就是说你不学会听，你不爱学无外听，上帝旨意的奥秘你都不会明白，你这个旨意奥秘你不明白，怪不得你信主那么多年，怪不得你想知道你一直不明白，一直不明白，因为你还没有学会听，因为你还没有无外听。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说你叫我听吧，叫我听吧，要一看到有人然后别人过你过去叫我你过听啊，你听啊听啊，我们常常忽略了怎么去，我已经忽略了。求主今天帮助我们，叫主给你帮助我，让我们来看看怎么去听。你问你吃吃吃哪能走听？有人说这一个比喻叫做撒种的比喻。原来那个基督的背后叫做撒种的背后。其实这个讲法会让人引起误会的。在基督的哥哥的样子给他明白。因为这个比喻没有提到撒种的问题。要基督的背后哪里的撒种的？因为撒种的人是同一个人。要撒种的那是同一个人。种子也是同一类。种子还是都。撒的时候也几乎是同个时间撒下去。在撒的时候还是同个时间撒。原则上，这个比喻是在讲土地。因为有不同的土地而对同一个种子有不同的反应，要带拜动给对土要拜动给种子撒落给结果。所以耶稣说我们更像一个土地，我你给我一个意思过，我你给一个土地，一个不同的土地的一个心田会对神的道产生不同的反应。一个人要土地服一些，带上给他差些服一种服一次这个发言。这里有四种土地，这里有四种的土地，我把它归纳成为三类。我是不给你改成为三类。第一类，第二类叫做没有反应，第二类是没有发芽，也没有结果啊，没有结果，没有产生任何生长的反应。那他现在我自己给改，撒下去等于就是没有撒下去，就是过撒入当有然后撒一次。第二种，第二种是有反应，第二种是要发芽，而且反应蛮快的，只是发芽蛮快，但是没有结果，但是没结果。第三种，第三种是有反应，第三种是要发芽，也有结果，也爱有结果，在有结果的那个层面里面。也有三种不同的过程，有三种不同的过程，有三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有一百倍。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我一个一个的，到底耶稣透过这三个不同种类的土地，耶稣通过这三个不同的种类，到底要让我们明白怎么去听？到底要你们把这哪种？因为我们不学会听神的话。因为我你老许无法听上给我，我们无法尽心尽力尽意爱主神。所以我你们不会让上让你让一个一张。首先我们来看看那个撒在路旁的。相信我呢，这次是撒在该路边路旁边。因为在耶稣的那个时代，要在耶稣的时代，土地要把它分隔。
要退的要不给反骨，所以就有很多那个在土地旁边就有一些分隔的线。所以那个都是那个内方骨，所以那个内部比较很多方骨线。不单是分隔，也是为了让那些种地的人可以走进来。互相走的方骨，目的不是还种地人可以走的。那些也是土地。其实也是土地。不过很硬罢了。不过很硬吧。不过被人踩过罢了。不过被人踩过。所以当那个时候撒种的时候。对，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撒种子，难免会撒在那一些的土地里面。难免会撒在那个土地中。但是因为这个土地太硬了，要那个土地痛硬，种子掉不进去，种子挡路，露在外面，露在外面。虽然那一些人，是因为一些人，耶稣后面解释说，耶稣还没过第十五节，第15节，就是听了道，就是听了的。很欢喜领受，很喜欢听，但是那个道没有进去，但是这个道能进去，魔鬼来了，魔鬼来了，就把道夺去了，又把道夺去了。然后在路加福音第8章11到12节，路加福音第八章11节到12节，11节到12节，耶稣又解释说。魔鬼来了，把道夺去。我举例来不得就可以。后面有一句话。啊，还要救。恐怕他们信了就得救了。错过给嘛，上来要得救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第一种的土地。你看你的吃的也觉得对的。问题在哪里？难得人家多。是因为那个道没有进去。是一个德能上去，道在外面，对在外面，那个种子露在外面，那个种子露在外面，而是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是假恰不晓得，这个道没有进到心里面来，这个德能上得上外面，听见了，听见了，没有听进去，然后听上外面，听见了，听见了，没有听从，然后听我。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你可能就是这一类的人。你可能也是这一类的人。弟兄姐妹，有时候，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的心也太过刚硬。有时候我们那个的，我们那个上啊，太过刚硬。我们也很喜欢去听到。我们常常是去到听的。我们聚会的重点就是听到。我们的日来的重点就是听的。我们喜欢听。我们是去听。但是不一定听进去。但是不一定听进去。为什么？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心地过于刚硬。这样我一个上帝顾念我们喜欢听我们喜欢听的东西我一个事情听我一个事情的我们没有听到我们喜欢听的我一个老听家我一个事情听的我们的心就关起来我一个上面上有嘎子的这其中包括了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弟兄那些朋友们这个之中包括给谁还没上职业呢我们常常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要是我一个姐姐们昔在之物吗如果我们中间没有信主的我就不讲了如果中间老上职业了，我应该我是会有复活。我就对所有的基督徒说，我你你又是在说要跟真的。是有没有信主的人心地刚硬，接受不了神的道吗？那就只有福上给人，福就有耶稣给得吗？难道我们这些接受了主的生命，接受了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不会重新变回那个刚硬的土地吗？我你其实上给人已经只有得了，给那的福还必为继续过硬的上吗？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变硬我也有很多时候变硬我们没有听以前我们的心已经关起来要我们听以我也上有告诉我想你们教会有通讯我想我应该过来要通商你每个礼拜天来教会的时候你每个礼拜天来过来的时候你先拿到通讯你休息拿到通商你第一件事做什么你的业绩是做你你翻开后面看看上个月奉献有多少你们发个支持一个月东西是多少用了多少用了多少还欠多少还欠多少哎呀教会怎么这么冷可怜不是哎呀有过来是很可怜今天我一定要多多奉献给你用样家的东西你是这样吗你是这样吗你是这样我等一下跟教会同工说选你做执事你要是跟人当我官我是活动公公就过来选你做执事我们通常都不看的我一通一扶持的我们第一个拿到通讯看什么我一第一个拿到头上上量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哈我是来批评我的意思我也是这样的哎，我俩给我拿到通讯第一个看什么给拿到头上第一个吃的谁讲的好拿到是第一个你能是你能不得某某某某某某给过三年了三年了新官了一半三家的一半吧哎呀他哎呀他给过你啊又是他给过自然一直给什么抬来抬去都是他
只能拍了拍给五十个人。关一半嘛。关完嘛，该过吧。再打开。再发开。你第二件事看什么？第二件事是跟第二件事观察你。还讲什么啊？关哟。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九节。第一到第九节。啥种比喻？啥九个比喻？有没有搞错？要那就到。什么年代了？那刚才你对吧？还讲这种道？哇，我给觉得这么奇，给人奇，玄心就玄关，心上门遇不有高遇的。我们坐在那里，我一坐在那里，眼睛盯着讲员，我正瞪着过于。老实说，我们这个讲员很笨的、啊。那在过于很笨。你眼睛盯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以为你们很可恶。对，你们我正瞪着过于的时候，你估计是你来很可恶。其实你内心说，是啊，你来上过。好凶啊！老兄啊，什么时候你下来啊？是给哪赶紧走路啊？你还不下来啊？你哪走路啊？要不定一会儿以后呢？要么等了吃五秒。你就用不断的点头来回应他的讲道。是，你摆头要对头，记住吧，让给过得，哎呀，过得记住过得。关起来了。过啊，别忙搞是吧？我是心地很刚硬。上帝很过硬。我们没有听以前，我们心关起来。我你妈没有，他一没忙你讲到。我们听到是看讲员的。我你个听的是过语。我们的听到是选题目的。我你听的是选题目。我们选一些比较新鲜的题目。我你们选了一些比较新鲜的题目。我们会选一些我们没有听过的题目。我你们选一些我没听过的题目。一些很玄的题目。一些很玄的题目。我们会听起来很舒服的题目。一些题目听起来很通顺，听起来很舒服。我们。常常就把心关起来。我你自己来被伤嘎起来吗？弟兄姐妹，今天你的心还刚硬吗？对，姊妹，你给那个伤了过硬吗？有时候你不承认。你要是不承认。老师说讲台上的讲道没有供应。老师，我过得一买给过得那过作用。我不是为讲台人上的人来辩护。嗯，不是为了过得一过得给那背负。那些在讲台上的人应该好好训练怎么去讲道。黑色的过得一嘛，要给好好那个兄弟知道那过得。但是坐在底下的人应该好好训练自己怎么去听。但是坐在屋门呢，要给兄弟好好那知道听。我们很多时候心关起来了。我你许多时候上架子。我们失去了一个感恩的心。我你失去了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没有对神的话有回应。我你带上给妇女那玩意。我们有两种极端。我你有两种极端。要么就是。对神的道很渴慕，渴慕到一个地步，那个讲员讲那么好，就崇拜那个讲员。对，有时候一句给讲对，有时候一个过于过得不坦白嘛，再一个过于差些比较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那个讲员不喜欢，我们就会排斥他所讲的任何的话。另外一句给呢，有时候该过于给你服侍于，你会把自己屋里给管，你会把。我跟你们一样。我是过着过你的一生。你们不容，你们的你们并不是最容易心刚硬的人。要你们，你的服事最容易上过硬的。最容易刚硬的是我们这些传道人。最容易过硬的是给谁觉得了？因为我们会说。要觉得了外国。因为我们会研究。要给了外你讲。因为我们会比较。要给了外背过。有时候我说，哎，这个台上讲的不如我讲的。哎，给我哎，给给对一国的服事。心全关起。不是那是，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好长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我要去克服这种障碍。我是要去克服这种的障碍。很多时候要克服这种的试探。很多时候要克服这种的试探。有些弟兄姐妹听到道就会流眼泪。有些弟兄姊妹听到道就会流眼泪。我们这种人不容易。我们这种人不容易。有时候我们会让别人流眼泪。我们有时候会自己让别人流眼泪。我们自己在底下听到流不出眼泪。一直自己在掐了父亲啊。都懂都懂都懂，你明白吗？一直要我都懂都懂，我懂我懂。神提醒我。让你什么事？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听到。要什么事？找个内国同的。我回到中国去。你们到中国去。我去我自己的教会听到。找到你是自己过来。我坐在最后一排。坐在最后一排。我低下头。给背后头。我在那里听到。我你是牧师坐在我们同的。老师说那个讲员很年轻。那在国内该过于很逆强。也很晚才侍奉主。他按照行字行字用词的。讲到的这一个恩赐或者说解经也不是说特别的出众。
要去给国家给儿子国家给记住儿子阿福那边给去种。但是那一天神对我说话，但是那黑你我让白牧师过，神一直提醒我要谦卑，要谦卑，要谦卑，让一直在神给国家七百家七百家七百，所以我就坐在那里，所以该牧师有坐在伯伯。神提醒我一件事情，让对神给一句子，不是他在说，不是给谁过，是我透过他在说，只让透过给人不让过。你要认真听，你想两张疼，我就认真听，让着牧师有两张疼。但是那一天，但是黑你，我流了很多的眼泪。黑你牧师流了很多的眼泪，因为那一天，让黑你那个讲员说，黑你你该过一过，过去拥有神的同在，过去给我要让给东西，不代表今天仍然拥有神的同在。福音别给你嘛，圣教我要让给东西。他在讲什么？给这观念。他在讲以利的两个儿子。给这过以利的两个儿子。打仗的时候把约柜抬出去。你这个是要被亚举的球。约柜代表什么？亚举的别娘。代表神的同在嘛。对别让给东西。结果他们把约柜抬出去。结果给他们亚举的球。以为还有神的同在。让我要让给东西。过去抬约柜出来。过去的亚举可以啊，过去的亚举。约旦河的水分开两半。亚当给乌斯分开两半。但是他们把约柜抬出去。但是托给那边亚举的地区给。死在战场上。死了个几亿嘛。他提醒我们。你认识我呢？你过去有什么同在？你过去要有上去东西。不代表今天还有什么同在。福音别给你把真相。除非你每一天都活在神的同在里面。除非你埋你屋子上去东西过。从神的话就对我说话。这个上有带给过。这就是跟你说的。这个又是让阿爸你问过，我一定在神面前悔改。我今天跟谁让我一翻底？弟兄姐妹，我没有比你们好。弟兄姊妹，我是个人，哪会我？我刚才所说的那些话，都是我个人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反省。公我是个人，我一个将来过个日子是该让谁让我一脚发。不是我们没有听以前。要我你脑子给脑疼上的无意。我们的心就关起。我你给上有加错了。我们没有向神敞开。我你老西藏起去，我们是一个刚硬的土地。我你是个国外的土地。有时候那些道很好，其实要是得行，要是得行合。有些道就是针对你的，要是得又是针对你。有些话就是跟你说的，要是我又是带你过的。但是你这只耳朵进去，但是你给这么多这脏，那只耳朵就出来。黑这么多又抓去了，甚至我们在底下还在嘀咕，让自己雾霾吧嘀咕。温州话怎么说？在低谷，在低谷。当这些传道人讲一些经历的时候，都给谁举证？我谁讲的知道？讲一些见证的时候，我谁见证的知道？我们心里面还会，我你买给他上来点背头冲啊，不接受，给夫妻要会抵抗，为对过，我们的心刚硬，我你给上过哎，我常常说。我你没实际结果，不要说不可能，富有过不可能，要说试试看，要是24次，不要说不可能，富有不可能，要说试试看，也加过14次，有些别人的经验，要是别人的经历，可能你没有经验过，可能你老经历过，但是不要说不可能。但是非过不可能。有些人祷告，神就听他祷告。有些人祷告有让有痛的祷告。有些人伸手，神就给他医治的能力。有人让上手有让他给医治的能力。你没有不代表没有哈。你那福德别那了。他们说我们就一直抵，一直抵抗。要是我一直给对过对过。我常常去一些不同的教会讲道。牧师找摆动给过来。有些人。有些人。他们能够接受灵恩的工作。有些人能够接受任何的工作，有些人不能够接受灵恩的工作。有的人福气有任何的工作。但是我们先入为主。但是我一休息，我一休息的时候，心在物质。圣经有没有讲到圣灵的工作啊？圣经有没有讲到圣灵的工作啊？有一天，我的太太在那边上教诗歌。有那个牧师让他唱诗，他不是哭。他一边叫一边哭。给一边哭一边哭。很感动。很感动。有一个弟兄跑来跟我说。有个弟兄身穿道。牧师哥哥上去的。你跟你的师母说。你哭你跟师母哭。为了每一次教诗歌都流眼泪。不要买你给过师母买次我弄啊嘞。有时候我这个人也蛮直接的。要是牧师喊这句。我说为什么？你给忙给我在忙，有什么不对吗？要按你的活福带吗？他说我觉得这样每一次流眼泪就是灵恩派。
还跟他跑来国忙，让我师母让你买吃的肉来吃，有这人会怕。我说，眼泪是林恩派的专利嘛？那还是人会怕给举例吗？那一姐竟然告诉我。有多激将人告诉我你。他很不服气的就走了。给行师傅赐给走了。他以为我是在帮师傅讲话。你娘我是就上去的打拨给师傅过。其实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先入为主。对是买字啊，要是啊，我你心在不值。我们心过于刚硬。我一个三顾过眼。我没有说灵恩一定都对，都好，都好，都好，不一定。我是难过，人有根本是哪一天我带过好我了。弟兄姐妹，请你预备你的心。等于只买成你五辈子这个啥？不要用你自己的那个框去套别人。是啊，等于只买我那富贵又是给广播找特别呢。这个话很多时候是你没有经验过的。好多个是让给我，你是让将来过。但是你却要预备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主的道。但是你要五辈一个七辈的上人有让给我女。你要打开你的心。你也点给你的上。有些人听到。要身上疼的。心关起来。三嘎之类，道听不进去，得通上去，见证一堆，见证一堆。那个牧师的讲话很好笑，给个牧师过我很好笑，就把好笑的话记住了，有我很好笑的五字了，笑话记住了，笑五字了。牧师那天讲减肥，牧师那天过咖啡，神的道没有记住，让给得人知，怎么减肥方法全都记住，是那个咖啡过苦又不值了。讲道的时候心光起来。我那个时候上门干脆讲见证的时候，哇，心都开开。我见证的时候，哇，上有点开。弟兄姐妹，弟兄姊妹，求主帮助，将之伯州，把神的道听进去，不让给人听长。不要看人听，不要吃浪疼。不要看题目听，不要吃题目疼。不要对那个人不满意，把心也关起来。不要带一个人给父母也不上门干脆。让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你问你七辈子让给忙你。有时候我们喜欢听我们喜欢听的他，要是我你思绪疼，我你思绪给他疼给他，会这样吗？来听到吗？会这样吗？来听到吗？我们会这样的。我你买呢？我们会选择性的听。我你买虚大声给疼。我们会喜欢听的听。我你买思绪疼给思绪着疼。有时候我们去一些地方讲到，要是啊，我是找个我是找挖掘过的，要是也会被提醒有些道不可以说。因为要你对国母是对国外对什么事要是得给复活一国，在欧洲不可以讲偷税漏税的道，在欧洲复活一国陶斯老师给的，你这个道讲出来大家就接受不了。给给德阳国去拿回来几有福利，我见识过了。我是过的几岁过吧，我见识过了，给几岁过吧。弟兄姐妹，弟兄姊妹，我们会选择性的听。我你们虚大声给疼的，我们会选择性的听。我你们虚大声给疼，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你只有吃，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讲直播的问题。第二种的类型。在连脚的类型。是在土前与石头上的。在该推起的这头。圣经说他们反应很快。生姜果给们发芽很快。但是很快就死了。但是很快就死了。因为没有根。要脑根。第三种土地。第三种土地。是长撒在荆棘里的。是撒在江浙土中。结果呢？因为长出来的时候被荆棘挤住了。要继续的时候，还江浙这是日子的。结果也没有结果。结果给阿老结果。耶稣解释。耶稣解释。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在这弄一的在江。他说那些撒在土浅石头上的。给谁撒在土浅的这东西？他们听了道，非常欢喜领受。给马通来的非须是卡鲁人，结果出去的时候遭遇了逼迫和患难。但是给遭遇要去那遭遇了一些背叛，他们就没有把道活出来。给有南北的误区嘞。第三种是因为那些思虑钱财和各样的迷惑。第三种是故意给思虑第一这个美美的给夺走。记住了。谁知道？使我们的果子结不出来。是我你给果子结不出。弟兄姐妹，弟兄姊妹，我归纳，我是给呢该人，这是考验，给该是考验，逼迫和患难，背叛和考验，是硬的考验，是硬的考验，钱财的迷惑，第一这个妹妹，思虑，是思虑，和各种的私欲，给骨脚的私欲，是软的考验，是女的考验，反正这一类的人，反正给那个呢，很喜欢听。行思绪疼，很欢喜听，行思绪疼，很认真听，很爱听，行爱疼，一天听一道不够，一天多少不够，两堂也不够，连多少不够，要四堂，也四多，就像你们，就有你嘛，多
多讲，越讲多越好。多过于过多越好多。讲员看看时间，说差不多了，我们下台好不好？多过于过过，刚刚讲过一次，刚差对不对？走路好了。不要不要，继续讲继续讲。因为原来我翻过翻翻走了翻走了，就过这个。很喜欢听。好，是学生。好不好？好不好？好。我面对这种的听众，我很喜欢。牧师们带给那个听众给他咨询。我真的是像你们说的是，越讲越多，越讲越有。牧师伯也是，还是这个上是越过越多，越过越。因为面对那些喜欢听到的人，我们总是想把我们所知道的都告诉他们。就面对这些咨询听到的人，总是不自知，所能有的误不啊，哪可能？面对那些不喜欢听的人，我站半个小时，我都觉得很累。面对这些不喜欢的人，我讲你不该觉得很累，好不好？很好，很好，当然，但是不够啊。但是不够。耶稣说不够啊。耶稣说不够。你看这个土地的人。你自己该对的人。他们经不起考验。他来教此刻你。为什么？为什么？你问过一个问题吗？你们问过一个问题吗？为什么我们经不起考验？为什么我你教此刻你？为什么我们经不起考验？为什么我你教此刻你？在考验的当儿。在看你的肚子。到底考验我们什么？对对，看你我眼睛。你碰过考验吗？你碰过看你吗？当考验来临的时候，多看你累了的时候，为什么你和我会经不起考验？为什么你和我们这样子看你？你找到这个关键了？你找到这个关键吗？因为考验要我们付代价，要看你要我们付出的付代价，逼迫，逼迫，患难，患难，是你的安全比较重要，是你的抑郁比较重要，还是什么道比较重要？啊，那是啥个道比较重要？钱财。第一个迷惑，没白，是你的利益比较重要，是你的利益比较重要，是上帝的话比较重要，那是一定给我比较重要。不管是硬的考验，所以我服了是硬的考验，不管是软的考验，不管是软的考验，都是考验我们一件事情。我是在看你，我你已经到底我们肯不肯为神的道付代价？我是在问我你是是不是我答案上给的，付代价。我接下来要用一句问这话讲话。牧师记录用一句话的，过过。汤是富有，要半滴。汤是富有，要半滴。听懂了没有？听懂了吗？我想啊，是这样讲吗？是。不用带本钱。嗯，富有要半滴。只要带耳朵就好。只要当都有。所以听享不享受啊？所以我听你的幸福戏吧。有时候听好的讲员讲到真享受。有时候听好的过于听到真是幸福。心被感动。心被感动。脑被激励。脑被激励。突然觉得自己心里也有力量。对，不讲是心里也有力量。讲到你里面去了。我到你里面去了。需要带本钱。需要带本钱。耳朵带了可以。耳朵带了有。但是听完了以后要出去做。但是他们越要要再去挣，要付代价，要付代价。今天基督徒不成长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不肯付代价。只讲给真正的付人情，自己付扛付代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变得很快，所以有时候我们变得很快，很喜欢听，很喜欢听，但是却没有做出来。但是没有做出来。弟兄姐妹，爱主不是在言语上。弟兄姊妹，爱主不是在言语上。爱主不是在舌头上。爱主不是在舌头上。爱主是在行为上。哎，只这些问题嘛。爱主要把神的道行出来。哎，这上也被上的德也出来。弟兄姐妹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最大的挣扎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也是讲这最大的挣扎在你。我们只要从神的道里面得到我们的好处。我一直写这张的德都就对待我一个好处。如果神的道是那么宝贵，你肯为神的道付代价吗？我你给让给大家是那不要紧，我你扛不住让给大家负担过吗？我昨天在青年部讲这篇信息，所以我是在青年给的过的。我就跟弟兄姐妹说，给我弟兄姊妹过，不要说逼迫，富有过富有过被绑，不要说患难，富有过患难，太远了，太远了。我们现在在欧洲很少逼迫，我你在澳洲航行航行个被绑，也没有太多患难。那啊，然后他头都给绑了，那个远了一点。我们讲讲我们身边的事。我你哥哥上边的事。不要讲那么伟大。富有国的那么大。什么逼迫？什么啊？你被绑。患难。啊，你忘了？以海枯。海枯。石烂。对啦。那些很远很远。黑色航运航运。我们讲一点小小的事。我你哥一点点小小的事。有时候我们只要有一点不方便。要是我你只要一点不火兵。我们就会把什么刀放在一边。我你有没有不让你的或者一边？今天有个朋友来了，给你要个朋友来，请你吃饭，请你吃饭，礼拜天，来帮你，你是去吃饭，
你是吃哪里？还是去科目什么的？妈妈是科目上的妇女呢。很多时我们很挣扎。好多的时候我们很挣扎。我们会说。我你买过。下个礼拜还可以去不吧？我跟你爸可以是吧？先去吧。洗澡吧。只要有一点点不方便。只要有一点点不方便。只要有一点身体上的不舒服。只要身体一没有那个不舒服，只要我们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心情不好，只要我们要一点点的上人符合，我们随时就可以把读经放下来。是，我们要把个都讲破了。我们随时可以把听神的道放下来。我们不能上人要拎那个那往的去。我们随时就可以不祷告。我们随时有坏这个。说什么逼迫？是管你被霸凌。说什么混乱？管你被霸哪里？只要一点点，只要要一拎拎。我们就把神的道丢掉。我你以为背上给得干出的？弟兄姐妹，你是这样吗？那个姊妹，你是那吗？我常常看自己是这样。我是看自己是这样，只是那。你要多么可怜！给我多么可怜！传道给别人听。传给传道别人听。一点不方便。一点要连连复活病。不肯放弃。复扛过子。不肯放下。复扛过路。原来我们很多时候很爱主。有时候我想都是很爱子。更爱自己。是现在最大困难就在这个地方。最大的困难有神的道很好，神的道很好，但神的道一定有考验。但神的道一定有考验，考验你的终极。考验你的终极，就是一个问题。这又是一个问题。你重要还是主重要？你重要还是主重要？很多时候我们说我重要。要他都知道我们不是主要，我们思想上是主重要，我们思想一面是主重要，心里也知道主重要，上面晓得主重要，但是当我们去做的时候，但是当我们就要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比较重要，我们来估计是主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三个弟兄姊妹，你可为主放下什么？你可以让给货物放下什么？货物什么？你不让货物什么吗？你可为主放弃什么？你不只传货子什么吗？不要讲患难，富有过患难，不要讲逼迫，富有过被绑。我有一次去一个教会讲道，要是我是在那边过的过来，我想可能也发生在你们中间，可能会在你们的中间。周迅一拿到同上一年读的上面就有一个手机，里面有个袖子，有一个叉，要跟电下面有一行字，五百幺一百个字，请关闭手机。请你打开袖子。一拿到第一个看到了哈。一拿到第一个是讲。带领敬拜的弟兄姐妹。带领敬拜的弟兄姊妹。一上来。第一类。我们聚会要开始。我们的日来开始。请大家把手机调成震动或关闭。从大姑娘的手指电动震动还是打开？第二次提醒。第二次提醒。敬拜的那些带领诗歌敬拜的人结束以后就下来。黑色大家师傅将班人继续无力的走，主席就上台了，只能一去一去。弟兄姐妹，请再一次的确认你的手机已经关闭或调成震动。只能一这次的声大姑娘该袖子改变吧，唱敬拜诗歌，唱诗歌，唱赞美诗歌，唱赞美诗歌，祷告，祷告，然后介绍讲员上台。要这几个也过于一对。介绍讲员上台以前，主席又说一次。这个也过于一个一，我给给弄有的给给弄完再过一次。这一次的温馨提醒大家，这一次预生的调成震动或关闭。这一次的用预生的神经嘛，要那的袖子盖和震动嘛是。一个钟摆提醒四次。一个个字把的这里讲把的生四次。讲到一半。我你过你过的是过的一半。手机响。袖子洗吧。我等着你回来。那边过去袖子给剩呀。我们不要说逼。我们富有过背吧，我们不要说患难，我们富有过患难，我们在那一个小时把手机关闭都不肯。我要是我是扩大过一个小时间袖子高牛走的更离谱的事，更离谱的，你想起来可能不小心，可能忘记，可能疏忽，但是那个时候你关了也好嘛。要是我们袖子一那个外疏忽，有那个线上有那个又外就忙着，你的干那么有脑子骨的。但是他打来的时候，当时点那个时候，讲员在讲道，过于在过的，结果他一打开，结果给你点开，喂，你们呀，那边继续声音，喂，喂，喂，你自己六个声，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一直打鼓。我那个时候真想拿一块砖头，黑个时候扎起那个巨头，我不想砸他，不信得你，我想砸自己，必须点，不是点是，想晕了过去，希望不可。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可怜。
再来那个要在文章的行口里。你不要说困难。你不要过班呐。你不要说逼迫。你不要过背板。我们放弃一点点不肯。我一或者一零两不肯。有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看得太重要。要在我一辈子只吃得透着。亲爱的弟兄姐妹。长个弟兄姊妹。神的道听进去了吗？长个的听上吗？听进去。通胀可以吗？长出来了吗？积蓄了吗？没有。No。 因为被挤住了。因为被日子了。因为不付代价。因为服务的。不肯付代价。不肯舍弃。不肯舍弃。神的道都是为别人听的。让你的无辜被让。听了以后说，哦，那个人在这里多好啊。通胀过给我给给那是搞多账了。我没有听进去。其实呢，我也是那通。你有听见神对你说话？我也要那通几张的，我也过户吗？我也是一个人。我是我给谁给了？所以很软弱。要是阿行女呀，你们能不能接受传道人两夫妻吵架？你嘞，能自由吗？能不能？哦，你嘞能不能自由？觉得能两夫妻吵架？有天我老婆吵架，我们两个吵架。对，我试过给他有两个人有吵得很厉害。一如两个人吵得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厉害到一个地步，最后。累的一个对不起哦。他也不看我，我也不看他。他给他夫妻给两夫妻给他。然后我们坐在车上，要两个人要给有足够注意。我看这边，给这个比，他看那边，给他踏实的买。然后风景一点都不好看。妈妈跟我讲，你要说一次。但是我们就是不想看对方。就是大伙儿给两个人夫妻只带过。那个时候我就祷告。那个时候我是有祷告。我想祷告。给谁祷告？我说主啊，就是你知道。主啊，结果又是你想的。讲不清楚。过不清楚。圣灵就感动我。圣灵有感动我。把手伸出来，把手上去。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负责人，我说过嘛，你能懂不懂这个意思？我要把手伸向我的妻子。给也把个手上下给他。我说主，凭什么？结果不是那样子啊，结果我们不爱你。我伸出去。结果我们上去。他不理我，我怎么？结果跟他也不理你。而且我为什么要伸出去？我只说这个军要伸。他不能够伸过来吗？结果那个他衣服可以伸过来吗？你看看。你只是神感动你的时候，让感动你的时候，你不肯服气啊！你不肯活路，你觉得你坚持自己对，你一定要记住是这个对。结果神就骂我，结果圣灵骂我，圣灵要责备你，给我一句很强烈的感动，给哈姆斯一句很激烈的感动。他说的话就是我说的话，你听不听？刚才他讲的话是我感动他讲的，你听不听？你说他冤枉你，是我冤枉你，你听不听？你没有看见你自己。你拿吃粮食吃。是我要提醒你。是圣人也对圣人。讲到那里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感觉。给国家很多时候，对上面要做功夫。你们两个联合起来欺负我。你那两个人六次要欺负个么事？心里面上外面，很挣扎。很挣扎。很挣扎。我说那我不会跟你吵。有让俺们费苦你点。如果是你的意思，那我就听你。假如你的意思，让俺们又听你的。但是神啊，等一下好不好？让阿江等我好吧。上手上去，上去。弟兄姐妹，你说那个手伸出去多少时间呢？弟兄姊妹，你快手上去啊！肯定是个。伸出去两秒钟就可以。上来去两秒钟有我讲。我突然发现那个动作很难。我对会有时我给个动作很难，脏呢。放在口袋。放在口袋里面。拿出来。读去。放在口袋。最靠口袋里面。拿出去。最独居，最阔的，放不下，货物放不下，货物。你说我知道叫什么叫谦卑吗？你晓得我是过着，你晓得怎样的叫谦卑吗？什么知道叫顺服吗？怎样的叫勇往？当然知道嘛。对峙的。当面对考验的时候。但是面对考验的时候。放不下。货物。放不下。货物。弟兄姐妹。弟兄姊妹。神说。伸出去，三伯，这个手上去，伸出去，上去。如果我伸出去，他把我打开怎么办？如果给他上去，给他太阳的给点开了，该怎呢？继续伸，真有伸。那我变成赖皮赖脸了。不是变成赖皮赖脸吧？主啊，这个面子放不下。给我这样子，给个面子过路。面子放不下。给个面子过路。
神就用一句温州话跟我，神会讲温州话。那有几句我再来过一句。你烫他屁，你烫他屁呢我。你烫他屁，烫他屁呢我。哎呀。哎呀。伸出去。结果我们上去。这次我祷告。这次我是这个。主给我力量。这就是哈我累的。把手伸出去。神提醒我。让对神牧师。你伸出去的时候，别期待他给你笑脸。结果你上去手机上付我自己给他一个谢礼，可能他会把你手打开，可能他会把你手叠开，你继续伸，你要自由伸，继续伸，自由伸，感谢主啊，对的，这样子是知道我的承受能力，让你晓得我是任何个哪里，我伸出去的时候，对，我是上去的时候，是不笑，是不谢是吧？什么意思？接受了，接受你的，接受了，你跟他有福了，用力。所以那天当我伸手的时候，对，给你上行的时候，你知道我最大的挣扎是什么？你下面不是最大的挣扎我伸手就代表我认输啊！你蒙上行，我们那边两师，我放不下。过午，我是个男人啊！给我们是该认，我没有错啊！给我们脑子，自己人那么计较做什么？结果是只让他自我做完你们。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对自己人都放不下。要是我你带着这个那个火炉，谈什么逼迫？谈你给背叛？谈什么患难？谈你给忘了？我们心里面放不下。我你上来火炉。弟兄姐妹，今天你放得下吗？弟兄姊妹，今天你活得路吗？你放得下吗？你放活得路吗？主啊，为你舍所有。子母为你舍所有。我有时候主啊，为你舍所有。要在我们上面过，我们只让五年我伸出腰，一只手都伸不出去。哎，这个手要上不去，道歉说不出来。道歉说不出来。对对，钱过不去。对不起三个字。对，代表词三个字啊。两秒钟讲完。连没做过语。忍了一辈子不说。娘了一辈子。死也不承认。死也不承认。放不下。过不入。弟兄姐妹，到脊柱了。等于是买得这一只嘞。生命长得大，什么肌肉都，生命长得大，什么都是。一直以来喜欢听，喜欢听，喜欢听。一直以来是学腾腾腾，就是成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听众，不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结果让我感受我重伤，那把骨子让忙也活不起。结果我们成为一个被挤住的生命。结果被让我一个被日子的生命。弟兄姐妹，弟兄姊妹，你顺服，你有福吗？就蒙福。有蒙福，神特别舍喜爱你，神特别舍你。我们现在一个地方讲道，我是在跟德国过的。讲完道以后，一个姐妹跑来，过德国有一个姐妹跑来，跟我做见证。我们是做见证。她说她的孩子去世，结果给孩子说，五岁的时候去世，五岁的时候也说，哇，她很伤心，给很心伤。我问她为什么，给嘛，我是嘛给负责么？她说她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病，结果跟卖些了很自家一个病，这个病。全世界五千万还是五十五百，反正有一个五在里面，五千万当中只有一个孩子。叫他去做一帮很古港，五千万那都总有是一个一例。他的孩子患这个病。给个买卖拉皮个那么。他说中奖了。结果中几吧？上帝怎么会这么看重我的孩子，让他生这个病？结果医生让他去中给我治，咱们三个人。医生告诉他没有救，等死。医生可以过，结果脑浆等死。小孩子的身体是这样慢慢死死死，肌肉开始从下面开始一直死死到最后心脏。哦，给个妈妈打过药，只能开始马上拿手术死死死，一直死在上头。没办法。哪办法？这孩子一天天坏下去，一天天。跟妈妈一年年的身体不好。但是这个孩子神借着他做工呢。但是给个妈让人家给做工。有一天，他的孩子对他的妈妈说：“要你给个妈妈得给牧场过。”只有五岁。只有五岁。他对妈妈怎么说？给他个妈咋过？妈妈，我要去天上。给我妈妈一天。你不要难过。你犯哪过？因为你曾告诉我天堂有多好。要你几个什么天都要给那好。小孩子记住了。跟麦子了。主学老师说天堂很美的。要只要我那时过天多很美。我要永远与上帝在一起。给我们也永远过一直在一起。你要欢喜。你也确实。你答应我三件事。你答应三件事。你如果不答应我。你是不服对啊。我就不高兴，我不开心去上帝那里。结果没有福格像的早一点我们可以。我说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干嘛过你人民观念我对啊。第一。
对呀。你不可以不去教会。你富可以富到过来。我去世的第一个礼拜，你就要去教会。结果我们家说的一个礼拜，你要到过来。我知道你一定不想去。结果我们晓得你一定富到可以富康走。应我。但是你也对呀。你一定要不可以停止聚会。哎，结果一等富过一等自治来。干嘛通家吧？第二。第二个。你每一天都要读五章的圣经。结果你买你家的五几个圣经。因为神的话就是力量。结果让我让给我有的累你。好，答应。结果干嘛啊？对呀。第三。第三。你每一天都要祷告。结果你买你要这个。不要忘记祷告。结果富有忙做这个。三件事。三件事。讲完。国语。妈妈答应。干嘛对呀？没有多久。那多久？这个孩子就去世。跟妹有说吧。我后来问这个姐妹。怎么是那个姐妹？你的儿子去世几年了？你给儿子说给你吧。三年。三年。我说这三年你们答应他的，你们去做。结果你对呀，娘给是要照着做。他说我都在做。结果跟牧场我都做，你只是误做。怎么样？怎么样？是哪能的？他说刚开始我很勉强。结果过过开始啊，然后密集。我心里很痛。给个上来很痛。我神的话读不进去。结果让给我给都。但是因为答应了孩子。给是让对象来给。就继续读。给有自由的。就继续读。有自由的。读着读着。尤其是东家东家。神对我说话。让给带给牧场过。我发现神很爱我。会议上带给这行业给出来。神就借着这个孩子。让你人家给卖，让我去读神的话。你给我自来水都让。让我在最艰难的时候。你给我自来水干了就是。神的话帮助我。让你问你佛祖给。原来。原来。神早就知道了。要让只有晓得。我的弟兄姐妹，我很感动。哦，对，有姊妹。很感动，很感动。是的。是的。在患难中。在患难中。在逼迫中。在逼迫中。什么是你的力量？啊，你是你的力量。是神的话。是让给我。是神。是让给我。有时候神要你放下自己。有时候让给你过我日子。有时候神要你谦卑。有时候让给你去摆。你有时候说神要不公平。有时候你来说过让你不公平。但是在不公平中你学习顺服。但是在不公平多久你无在拥护。如果都公平你不需要顺服。在无家在公平多久你富有无在拥护。神常常给你有很多很不合理的事。但是对于让有很多需要让你富有的是误会。误会。冤枉。冤枉。很多很多毁谤的话，不顺利的处境，不用那个字讲，让你学会一些很难学的功课。你误在一些很难误的功课。弟兄姐妹们，弟兄姊妹，我们总是在最痛的经验中去学习一些最宝贵的功课。弟兄姊妹，我很多时候在最痛的时候误在一些最宝贵的功课。你是怎么学会踩自行车的？你在自然上误认到热处。摔倒起来，起来摔倒。就是来得不迟，来得不迟。是吗？是吗？你在什么情况下学会说法门的？你是安静的时候说，我在过户门。说不准被人吓吓吓吓吓吓的难为情，才学会说一点点的。在那个啊，就户门或者户中的时候，他们那谢谢谢，我是谢多久就户门一个。什么时候你在乎过自己身体的健康？给那个人不是这个上头去，他出状况了，你才知道哦，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的。对，你上头去就过，你知道，给多少饭吃，不少饭吃。我们都是在最痛的经验当中。我念佛在最痛的时候，学会了功课。无外功课。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那个好多没知道的。我们只要听顺境的道。我念这些通用讲的德，却不愿为神的道付代价。恰妇女付上的德付代价。当神的。神的苦难临到你的时候，多让给苦难临到你的时候，试炼临到你的时候，试炼临到你的时候，考验临到你的时候，困难临到你的时候，我们在乎的是自己，我们在乎的是自己，我们放不下，我们活路，我们对自己家里人放不下，我们带着屋里人活路，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放不下，对过来的弟兄姊妹活路，我们心里面没有遵行神的道，我们上妹妹，然后就会让给自己，你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直上一对兄弟们，你爱主吗？你一家子吗？你肯为主的道放下吗？你看我自己的不自己的货物吗？放下什么？货物啊你？你的时间吗？你的时间？你的理由吗？你的理由？你的生病吗？你的生病，生病。你要那个叫什么辩护啊？哦，生病。你要讲清楚吗？你也不清楚吗？你要让所有的人证明你是对的吗？
你要需要让这么儿子带吗？放下吧。吼、哦。放下。吼、哦。有时那句话真好。其实这句话很好。主知道就够。要知晓得有道理。主知道就够。要知晓得。弟兄姐妹。弟兄姊妹。放下吧。吼、哦。放下。吼、哦。我知道你们的教会。我是晓得我你们过来。有一些故事。有一些故事。很多人可能放不下。很多人可能过午。谈起来。打起来。想起来。洗起来。很难过。很难过。放下。过午。放下。过午。谁对谁说不重要。安妮娜带安妮娜咋辅助也。学功课吧。无功课。谁让我们学功课。让你我你一无孔出。在整个过程的里面，在整个过程的里面，我们也看到自己的软弱。我娘是家是这个女呀。我们爱争，喜欢争。我娘是学姐。我们也想证明自己是对。我娘替我把自己证明自己是对。我们也说别人不好。我娘过别人不好。我们也有血气。我娘有血气。我们里面也产生恶毒。我娘里面也产生恶毒。我你那那那，其实我在职场里头，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在该过程的里面，没有赢家，哪有赢过？我们都输了。我你不是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你在上面都输了。不是哦。我必须承认。我你必须承认。你们也必须承认。你也必须承认。我你俩要你们的教会，无论是出去的、留下的，没有一个人赢家。无论我娘过来找这个输的，哪有跟着是赢过？我们都输了。我你不是。我们在这个考验里面都输了。我你这个看你的名字。我们经不起考验。我你将此刻你。我们经不起考验。我你将此刻你。弟兄姐妹。弟兄姊妹。神的道听进去。神的道听进去。为主的道付代价。为主的道付代价。很多事我们不愿意放心。很多事我你妇女以后。我读以撒，我很感动。我是读以撒，很感动。以撒。以撒，以撒。他挖一个井。给挖一个井，别人就抢一个井。别人又起一个井，抢了就让给他。给其他，别人其他国家你啥有经验？你再找吧。再抢掉。再下别人抢。再挖一个井。你再找吧。就继续挖。给有再挖。这奇妙吗？给他张纸面。抢了一个还会挖一个啊？结果起了一个挖挖一个。神为他预备。神为他预备。这种的情绪。这给教的人说。这种的谦让。给教的情谊。让我干。你母是个有的个的。所罗门时代有两个妓女。所罗门时代有两个妓女。两个都生了孩子。两个我生了妹妹。有一个把自己孩子压死了。有一个是自己妹妹压死了。抢了另外一个。起了另外一个。一定说自己是自己。一定不敢买自己的。所罗门说切一半。所罗门要过那个切一半就。那真正有爱的人。那真正有爱的人。亲生的。亲生的。宁可让人。娘可你还没弄，也不断切成。你阿父是去吃那个麦还球，在这个过程里，这个过程，我们哪一个人敢承认我们爱主？我你弄到了，娘爱跟了鬼神娘，我你这一家子。我们都说自己是对。我你不过是。我们都说自己是对。我你不过是只是对的。主知道就好。这样子知道有好的。主知道就好。只是知道有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三个弟兄姊妹。你肯放下。你肯活吗？你肯放下？你肯活吗？原谅。原谅女的。赦免。赦免。放下。活。求主帮助。求主帮助。那都是我们听是听见。要都是啊，我你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恰不明白。看是看见。是是的。却不晓得。恰不晓得。我们变成了一个经不起考验的快速面的信徒。我你故个个变成了一只卡斯米的卡斯米的地球上的。我们听很喜欢。我你听好思绪。我们却不愿意去信。我你妇女早也。求主帮助。饺子脖子我。第四种土地。第四种土地。是那一种诚心领受。是那一种人上了条。开花结果的。开花结果的。他们听进去。给你听呀。他们去行了。给你找耶！有意思的是有三十倍，有意思的是有三十倍，六十倍，六十倍，一百倍，一百倍，怎么会这样呢？在哪边让你？怎么会是这样？在哪边让你？好，弟兄姐妹，我想这个很可能是这样。弟兄姊妹，我是想可能是哪？
我们刚刚遵行神道的时候，我们不过就业上得的是吧？不完全，富裕，顺服一点又不肯了，又不能衣服扛了，接触一点点，就不多，产量不多，就是我继续，那个不止继续，差你不多。只要你迈出第一步，只要你迈出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只有会有第二步，再跌倒，再跌倒，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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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倒的过程中，跌倒过程中，你的路会整个弯弯。你个鱼路外找的鱼，所以有时候是30倍的，所以要这样子30倍，这个慢慢就变成60倍，慢慢那么讲变成60倍，以后目标是100倍的，以后的目标是100倍。你一旦结果，你一旦结果，你一旦遵循神的道，你一旦就业上的继续遵循神的道，所以就业上的道的结果就会越来越丰富。你上个德哈，你的结果会越来越丰富。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怎么会丰富起来？那就是嘛，你个红什么自然丰富起来？不断的听。不断的听，不断的行，不断的做的时候做的好不好？这个时候做的好不好？可能第一次不好，可能第一次不好，失败了，失败了，慢慢再去做，慢慢这个找努力去做，努力找靠着主的恩典去做，求主帮助你去做，我都你找走，慢慢的，慢慢的，越来越多，越来越累，但是很多时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停在那里。我你等着你了，因为我们的土地变硬了。要我你的土地变硬了。耶稣有另外一个比喻说。耶稣有另外一个比喻说。要去怎么样？要去怎哪哪？要去除除土啊。要找这种改改头，吃啥改头？施施肥。施施肥。结果子更多。结果子。所以要开培林会。所以国民们跟他开拜了来。要被牧师骂吗？哎呀，哈姆斯叔叔，那是我们悔改，是我们要反省，听了以后再去做，听了以后再找做，再去行，再找耶，再在考验里面放下自己，再看你多久活我自己，主啊，听你的话，是啊，听你的话，把你的话听进去，把你的话听上去，正听到心里面去，听到上里面去，坐在行动里面，做这些动作，活出来了，活出来了，弟兄姐妹，弟兄姊妹，你的生命会越来越好。你的希望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大的，越来越越来越大，越来越成长的，越来越增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要只做听的机器，不要只做听的支持，非做听的支持。我也看你们很喜欢录像，我是我自己的，还是学录音？还录音，把录音。听了一次还不够，回去再听一次。对，一次听了，一次听完不干嘛？你自己听了还不够，介绍别人再听。是吗？干嘛？干也别让。好，弟兄姐妹，好不好？很好。对，这边那边还放下去。是可不足的道。是可不足的道。但是生命不成长。但是生命不成长。问题在哪里？哪里在哪里？没有去行。哪走的？没有开花。哪开花？没有结果。哪结果？以后变成听道的专家。也要变成听到一个结果。一听哦，这个问清楚。哦，也要一听到哦，跟上。这个我很讲。几个人会？还会比较。还会比较。这段道我听了不止多少次。几多个人复制听了都写出。这一次他讲的不够，上次讲的很好。哦，给他比较，几次过得分，一次过得分。这个牧师讲的一般般，那个牧师讲这个信息真好哈。这个牧师过得一般般，那个牧师过得上次真好。听到的专家。听到的结果。在哪里可以找得到？谁要多会让得到？弟兄姐妹们。弟兄姊妹们。有一天。要你当你见主面的时候，对你几次面的时候，主不会问你，你一辈子听了几次几堂道？只会问你，你一辈子听了几次的？主会问你，你做了多少？只会问你，你做了多少？你做了多少？你讲了多少？弟兄姐妹，做了。有一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要弟兄姊妹，要你问是一定问你，上帝不会考你圣经知识懂多少的，会是一定会考你圣经知识有多少？上帝问你，你这一辈子是怎么做的？你听了吗？你一辈子是哪种？你一生的果效要交在主的手中的。你这个果也过在自己手中。去做吧。去做吧。把这一次夏令营中所听见的信息去做吧。我给子无论用通家给一起走的，让你得着做吧，就要接受的。好不好？另外一回事。合不合是另外一回事。肯不肯做是一回事。肯不肯是另外一回事。也是另外一件事。康复康还是另外一回事。不要只是听。非只听。要去做。要做。要去做。要做做。把神的道行出来。不让你得一句。我们都很喜欢说。我你很失去过，很多很失去过。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喜欢说。我你这个是很失去过。主啊，你这样爱我。主啊，你跟他爱我。我也要爱你。
我也很爱意你。主怎么说？指指那卦。做出来给我看。奏取了行次。做出来给我看。奏取了啥子直次。弟兄姊妹。我的事我们做不出。很多人知道我要奏取。我们这个世界有一种病。跟世界要求的。叫做人格分裂。人格是叫人格分裂。是一种很严重的精神病。是叫很严重的症状病。基督徒有时候也是信仰跟生活分裂。有时候基督徒还是上一波生活分裂。我用一个故事作为今天下午讲到的结束。给你一个故事继续给你一个的。在丹麦有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在丹麦要么给这些救护。你们不知道他名，不需要知道他名字也可以吧。你那样不是学的名字也可以。他讲了一个故事。给国内一个故事。他是孝基督徒。给谢知道的。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牧师参加该故事的时候，那我觉得我对我们来说，要是一个很重要的反省。给大家过这个很重要的发生。我把它巴黎化。给不给牧师不给改布雷布？你们好听得懂吗？布雷布布你们的处境化。给我一个我一个字讲不。故事原来不是这样的，是我把它编一编，你们好听得懂。故事原来不是那么说，牧师刚才编一编，你们好听懂。他说在巴黎的有一个精神病院，布里要个正常病院。有一天有个病人出来，要你要个病人走去，也不晓得是因为他跑出来了，啊，晓得就是这一句，还也不知道是医生说他好了可以出来，啊，晓得是过意思过还要把他给走去。结果呢，他穿了一件非常奇怪的衣服，结果给走去去加一件非自家的衣服，跑到巴黎的你们那个区是什么样？那个。十一区啊，十一区，对对对，地铁口。哦，给在十一区的个地铁口。穿着一件很奇怪的衣服。家家一直是已经很自家衣服。奇怪的衣服后面有一个尾巴。给的衣服安排的有点没补。尾巴后面有一个地球仪。啊，没补安排没有，给腿脚给弄地球仪了，给娱乐上给弄。嗯，然后呢，走的时候呢，那个会跳的。给多给走的时候，给腿脚里面贴纸。他就在那个地铁口。给有在改的地口，走几步，走几步，跳一跳，跳一跳，那个地球就蹦蹦跳起来，那个地球就蹦蹦蹦跳起来，然后他就垂过头来，给有外国到来，跟所有的人说，可是要哪个？这是地球，给改是地球，可是要哪个？改是地球，走几步，跳一跳，给走几步，要哪跳一跳？这是地球，给有故事被他改是地球，故事讲完了，故事过去了，齐克虎就问。那个哲学家就问，这个几个这个古有吗？你觉得这个人正常吗？你估计给他能正义吗？那现在我问你们，你这牧师们你嘞？你觉得这个人正常？你估计给他能正义吗？你觉得正常？等一下也穿一条衣服再大家。你估计正义？你到底阿家能找阿局呢？阿能知道这些？但是他说的话是对的吗？但是给国给物是对的。那个是不是对角？那个是不是对角？是不是？是是嘛？是。但是。不正常，给天人不讲也不正常。他说这个就是基督徒，跟个有知道的。他们讲的话都对，给我给我不带，就是地球嘛。嗯，就是地球嘛。但是他的动作跟他讲的话不协调。但是给这个国动作国给这个是个负一点。他说基督徒是一群严重精神病人，知道的是一种逆着的正常病。弟兄姐妹，我不认为他说的话都对。牧师娘付给父娘给国给修复带，但是我要说，但是给也国，如果我们所说的，如果我你所国给和我们所做的，和我你所做的不协调，不一点，我们就是有病，我也有这样本，而且是严重的病，是谁是你觉得本，是分裂病，是分裂的本，我们在教会一套，我也在教会有我们出去一套，我也再去一套，在人前一套，在那一在人的背后一套，在那里背后一套。我们有病，我也要你不要怕别人骂你，你不要怕别人辱你，自己骂自己，你自己如此，灵里面有病，人里面要本，有病要本，要医治，也医治，要开刀，也可以的，要让神的话骂你，也加上给你责备你，责备你，骂醒你，等于辱神，使我们重新回到主，是我你做上麦的只给骂你，但我们说的，你我你过的，和做的。合作的协调一点一致等那一些还不信主的人当都给谁扶上纸给他不
无话可说。哈，你们无哪是有苦苦？无话可说。哪是有苦苦？亲爱的弟兄姐妹。三个弟兄姊妹。求主今天。求主给你帮助我。什么是爱主？自然的是一直。什么是爱主？自然的是一直。听他的话。听他的话。你听。你听。有时候你的孩子不听你，你气得半死。要是你跟他卖胡同，你们吃得不死。气得脸色都发白。是的，你是五吧。你多少是气神，你知道吗？你这我你都写着是啊，还让不让写字？你不听他的话。你也听给我。有时候我们的景象硬得不得了。要是我应该叫我也得拜得你。心里知道神是对。上帝晓得让子带你，自己又要反过来不听他。日子也反过来胡同你。我前几天听到一个年轻人说。你给的牧师同的跟你讲了过。跟他的爸爸。啊，给爸爸，那个卖给不听他，扶疼你，还跟爸爸说，爸不跟爸过，你生我在做什么？你生我俊，你生我就是要养我，你生有点，你养不起我，你就不要生我，你有什么有福气？哦，气死了，是要给爸气死的，气死了，气死。弟兄姐妹，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对待神，很多时候我你儿子跟他带的这样，你生我，你要养我的。你生要养，你一定要把我养得好好的哈。你要帮一定好好的，养不好都是你的错啊。养好屋子你给咋？那你听什么？那你那我也要让他在你。最后我说一件事。只要一些不是鬼机子。我在一个教会听讲到，我在一个教会聚会讲到的时候。你不是在跟那国字来国的时候。那一刻，他们在唱一首诗歌。嘿嘿，你在唱这首诗。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请你认同我每个的上天，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那是一个最虔诚最渴慕的值得。你们会唱这个歌吗？你们会去给歌吗？年轻人很喜欢。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你讲的好会去。我很喜欢唱那首歌。我上行是学哦，真的是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上面是叫早唱，我们生怕主听不到我们的祷告。我娘生活只是就是大声祷告，所以我们都要大声。我们禁食祷告，我们绝食祷告，我们生气祷告，我们埋怨祷告。反正我们什么祷告都做，反正无论按你祷告怎么，我们都希望神听我们的声音。我你都是我让同我你声音。那一天，当我在那里唱这首诗歌的时候，都是牧师在做祈祷，是不是？圣灵感动。圣人各种，你们每个人都在求我听你的祷告。你买个那些家，我们屋子打通你那个豆豆。但是你们有多少人在听我的声音？要都些是啊，你那样的同的声音。我的眼泪就流下。我是俺泪流。说主，很多事我们都不听你的话。就是啊，很多事我们服从你的话语。不认真听你的话。那是娘长疼你的话语。不认真听你的话。父娘长疼你的话语。听见了也当做自己没听见。通家了啊，多走，然后通家。明明让我们听你，我们一定要跟你硬着来。明明通家爸爸一定要不给用那个嘞。求主帮助。求主保佑。我一起祷告。我一起祷告。什么是爱主？是哪是爱主？听他的。听这个话，放下自己，做我自己，来到现出来，来到那个职业。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读完这个之后来唱一首诗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唱。我希望你们一定会唱。轻轻听，轻轻听。这一次希望当你们唱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体会。一次是希望你们要会一首歌听呗。会唱吗？会，会唱吗？会唱啊。不能会唱，会唱，试试看。不要说不可能哈，不要说试试看。打出来，再劝我。哎呀，那。声音唱戏唱，别马屁红白。是这样的，哎。你们没有歌词啊？没。我以为你们有投影片，没有歌词啊？没有。这样子，那就算了。你听我唱一次。你打过来同我试过一次。我唱一次给你听。你记一次还打过来同。音乐啊，我唱轻唱给你听。我是唱起。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
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我很喜欢唱这首歌，他在听，我们也要听。我念也唱。我们一起祷告。我念是这个。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听你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把你的话当耳边风，很多时候你说的话明明是对的，我们一定要说自己是对的。主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不肯为你的道付代价，我们把你的道当作欣赏，当作好听的，哦，主啊，却没有为你的道付任何的代价，不肯牺牲自己。主啊，我们放不下，我们求你再一次的赦免我们的亏欠，赦免我们的软弱，求主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再一次的帮助我们，再次让我们心里面的心变得柔软，让我们愿意听你的话，让我们把你的话不但听见了要听进去，不但听进去的要听明白，要听从你的话。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一个人爱你你是知道的，求你让我们更多的遵行你的话，更深的遵行你的话，更多的明白你的道。主啊，让你的道成为我们的生命，让你的道改变我们的生命，把你的话做出来，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力量，我们人是软弱的，主啊，但我们愿意这样去做。主，求你给我们力量，当我们软下去的时候，当我们不肯的时候，主啊，你把我们推上去，让我们尝到行道的滋味，不但是听到的滋味，也让我们把你的道行出来的那个味道让我们尝到，何等的甘甜。主的道成为我们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谢谢主，谢谢主，把你的话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有机会把它行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